丁加油！小风丁，小风丁，我没有要叫你们讲我的事。小风丁，小风丁，小风丁，快来丁我！我以为跟大家会一人小风丁，你等下通告费给我。对不起。除了批评，批评我是虚心接受嘛，是不是？来看一下，哎呦，我还蛮喜欢看范范主持的，就像 Andy 哥说的，跟男孩们互动没有杀伤力，反而可以更让男孩发挥，真的是不是？是，没错，这是 Our Box， 是不是？这个是猫头鹰男，猫头鹰盒子，对，他就是。女孩，我还蛮感谢她的。嗯、那到、欸、我要到这儿来是谢谢一下，是不是？好，哎呦，怎么这样自己好好笑。好啦，反正呢就是那个主持这方面呢，我还有一大片天地要好好的那个怎么讲？就是慢慢的进步当中了哈。我不想哭。真的很烦。然后呢，谢谢这位网友啦，好不好？有这个正面的鼓励呢，我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欣然的那个接受，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个批评我的就，没关系，我会那个就忘掉他。对，好啦，谢谢这位网友，好不好？嗨呀，连我都被讲进去了，压力好大，因为我都冒手汗嘞。哎呦，还真的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看看，重点就是呢，所有这些这个帮我们支持这个成立后援会的这些会长会员们，谢谢你们支持弟弟。所有批评指教，然后喜欢弟弟跟不喜欢弟弟，但是看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，我们也要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给我们指教了。棒棒糖紧急通知，又有一位弟弟和大家说再见，要离开棒棒糖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兵，好久不见。那观众一定觉得我怎么消失那么久都还没出现，因为就是自从二军选拔完之后，那小兵我自己感触也蛮多的。那我自己心里就是也有做一下心理建设。那首先呢，就是我要先感谢一下，就是我们公主班里面的组长阿本。那谢谢你在。就是跟你认识两年到现在，你真的对我很好，然后你很照顾我，然后从我不懂事，把我变，就是跟我讲很多道理，让我变得是一个很懂事的小孩子。那也很谢谢这里面的朋友，像多多啦、野兽他们，就是很感谢你们之前在节目上跟我一起奋斗、打拼的一些过程，我不会忘记的。然后还有我要感谢展览组，Terry， 你也跟我讲过很多道理，然后也跟我讲说对表演坚持，我会坚持下去的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。那也很谢谢范范姐，就是其实你也影响我很深，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那你也跟我讲了很多，谢谢你对我的肯定，真的很谢谢你们，希望你们大家以后都有很好的发展。那我的方面就是。因为我考上我理想的大学了，那我真的就是觉得我应该要往我另外一条路走，就是想要冲刺我的学业，然后过我大学生的生活。那希望如果以后哪一天回来的时候，就是可以更让你看到不一样的小兵，那再回来跟大家一起玩，一起露营。那希望你们就是不要忘记我。小兵进入棒棒糖到现在已经快两年的时间，这两年不仅为大家带来许多的欢乐，小兵自己也成长了很多。如今为了个人的学业，小兵必须要暂时离开棒棒糖，我们祝福他在求学的路上能够一帆风顺，努力朝着自己的理想有朝一日再回来和大家团聚。小兵加油喽！三国志让刘备现场认老婆，孙权是刘备的老婆，画下去了。这个孙权的妹妹，孙权的妹妹，活鼻子，活鼻子，活鼻子。等一下，阿斗就会跑出来了。而刘备的老婆居然是个体操好手，靠你了！我们这一集，你人生最帅棒棒糖记。